那个何世平那个法会开得很精彩呀、啊！啊，谢谢谢谢。那个我是很 lucky， 我是第二个给你抽中了。你说、啊，就是说我老公有很多私房钱，啊、然后说我们家里边后院有一个小便处、啊。我当时还想不明白，我问我老公，我说我们后院哪里有个小便处？他跟我说，他说台长讲得很对呀、啊，我们就后边有个小便处，就是我专门去小便的。后来我才想起来，因为以前我们家那个种菜嘛。啊，他一般来这个家，他就拿了一个桶在后边，啊、然后他专门去把他的尿装起来去淋那个菜。他说台长讲的小便处真的是很，所以我们后来听你这个，我们自己录音下来了、啊，觉得真的是很精彩。所以你说不用来我们家都知道我们家怎么样，我自己住在这个家里边，我都不知道你比我还更精彩。对了，因为我看得见真的是精彩的不得了，我看得见厉害厉害，所以希望你们昨天博客上那个人也是的，他那个一个梦、梦见他什么、那个踩到什么大便了什么，结果、他说啊，他说他正好手头上紧的，他说贼拿了1000块钱，人家给他了，还给他、你看看，他说他太神准了，他说真的是太厉害了。好好努力，这个都是方法没有用的，最主要是改变，对对对，多念经。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认认真真的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你我刚才听你节目也是说，有很多人为了打这个电话，以前我度那个中国的同修，他们也是老是让我打，我打不通。我后来就跟他们讲，我说全世界有很多人也没打通，人家也就通过这个，你就通过这个台长这个三大法宝，你什么都会慢慢好起来。对。你知道你看我到马来西亚去开法会，20000多人，你知道那些人就是念念经啊，个个都好了，很多人我认都不认识的。讲起来我跟那个华人就接触还多一点，马来西亚还远一点的，但是你看马来西亚他们很精进啊。嗯，对对，全国啊，这么多地方啊，都有心灵法门呐、啊，而且台长心灵法门在马来西亚都属于完全是这个宗教，就是宗教局批准的合法宗教啊。嗯，啊，非常。我现在觉得您这个节目，就是中国那边听不见，很可惜。嗯。因为我现在度，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法门很好很好了，啊、你跟家人分享。他们不相信呀、啊，哎呀，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想给他了，他不要。啊，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先给他们书看看就好了，先书看看。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后就是能不能说把因为现在我们网上有很多不是可以download下来听，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法门可不可以做到这个水平呢？嗯。以后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好吗、应该可以当落一点东西的。对呀、希望可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好。好，谢谢你。好，谢谢您台长。好，谢谢。谢谢，啊、拜拜。再见。